给大家介绍一下铝合金尼龙合液。我们公司有四种型号，一个是2020、3030、3040还有4040。这款尼龙合液呢，它的材质是 PA-6, 然后芯轴是碳钢镀锌的。它的背面呢只有一个压铸口，特别的结实。尼龙材料呢，它具有很好的抗化学腐蚀性能，在潮湿环境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。它还有很好的耐摩擦的耐磨损性能，可以延长合液的使用寿命。